法师、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跟我一起皈依三宝。阿舍利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中尊，皈依大摩利日中尊，皈依僧伽诸众中尊。阿舍利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中尊，皈依大摩利日中尊，皈依僧伽诸众中尊。阿舍利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中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诸众中尊。请看《大经课注》612页，啊，612页，倒数第四行，看起啊。摩瑙，摩者，梵语，摩罗之略，以为能夺命，障碍扰乱破坏等。前面我们学到这个地方啊，义林章第六说，梵云摩瑙，梵语，此云扰乱、障碍、破坏，扰乱神性，障碍善法，破坏圣事，甚是好事，啊，有利于众生之事，故名摩瑙，啊，略云摩，又意。慧林音译第12卷呢，说摩罗，唐云烈也。慧林音译是唐朝时候编的，啊，称中国话叫唐语啊，意思是烈。就是能量，即他化自在天中，魔王波旬之一名。实际上呢，就是第六天的天主，啊，欲界最高的这一层天，此类鬼神，有大神力，啊，实际上他是天神。啊，他不是鬼神，能与修初始法者做流难事，名曰摩罗。波旬是他化自在天的天王，他化自在天是欲界第六层天。啊，再往上面去呢，就是色界初禅了。啊，实际上，对于欲界，就是七情五欲没断。而第六天呢，这个情欲非常淡，魔王不舍。应当是傲慢统治的这个意念非常强烈，
欲界，整个欲界都归他统治。啊，从他法自在天一直到无间地狱，全是他统治。他希望他的这些人民啊，都能安分守己。啊，各行各的道，不要离开，他就怕离开。修出世间法呢，他要脱离轮回，他就头痛。他总是觉得我的人呢，都流散出去了。啊，我的人越来越少了。他对这个事情很恐怖，所以对于修行人，不是真修没关系，他知道你出不去，假的，他很放心。真修行的人呢，他就找麻烦了，想种种方法障碍你，让你修不成，啊，出不了六道轮回，是这么一个原因。啊，实际上的时候，这个情欲最淡的是这一层天，啊，这一层天也非常的难得。那么修行的人越多，他就越烦恼，啊，做种种障碍。这个释迦牟尼佛成道，降魔君，那个魔君就是波旬带徒，啊，扰乱世尊，啊，让他不能成道。啊，那么世尊还是以道力、神通、慈悲降服了魔王，啊，降服之后，魔王转过头来护法，也当了护法神。真正修得好，他也佩服。啊，所以人性本善，啊，他也不例外。啊，可是波旬在释迦牟尼佛的面前曾经说过，他说现在啊，佛的正法相法他没有能力破坏，等到你末法时期，他说我来破坏你佛法，佛说我的法是正法，任何力量都不能够破坏佛法。他就说了，当你在末法时期，我让我的魔子魔孙统统出家，披上你的袈裟来破你的法。佛没有说话了，流眼泪。啊，那么现在是世尊末法时期，确确实实披上佛的袈裟了，来破坏佛法，啊，把佛的形象在社会大众上完全造成负面的，啊，让人对于佛不相信，对佛怀疑，这个障碍非常之大。纵然有极少数的一些正法真正修行人，社会上人都不相信，啊，所以学佛越来越艰难了。啊，波旬有一次我在香港来找过我，啊，附体来找我，啊，责备我，他说我没有得到他的同意就侵犯他的道场，啊，来问罪。我说没有，我们从我自己没有道场，从来不会侵犯别人。那他说你这个电视网络不就是那侵犯我道场啊？我才恍然明白，原来今天世界上电视网络他操纵，
他掌握的。啊，这就是他的道场。的确，我们的电视网络没有通知他。啊，所以我给他立了个牌位，请他护法，也请他来听经。这牌位上有魔王博玄的护法。所以请他来护法。那有通灵的人告诉我，他说魔王对你没办法。啊，他说你来软的。啊，不排斥他。啊，不责备他。啊，反而称他为菩萨，他也不好意思了。护法的功德了，比破坏佛法好啊！啊，你当魔王，在你的统辖地区里头，要有人修行正果成佛，你的护法功德不可思议啊！如果障碍一个人，你可以障碍一时，你不能障碍永久啊！啊，第六天王也有寿命的，寿命到了时候就不是你了，换了，何必在你这个任期里面造不善业？啊，这是错误的。啊，中国古德常说：“君子成人之美也，不成人之恶。”啊，造恶决定有果报。啊，果报没有来的时候，是你过去生中行善的余福，你的福没有享尽。福享尽了之后，恶报就现前。那个时候，后悔呀，莫及呀。啊，色界天人，无色界天人。有的时候命中之后啊，多多三途啊。第六天怎么能够例外呢？啊，所以想到这个地方，波旬天王要及早回头。啊，不应该去障碍这些修行人。有智多论啊，大智多论当中讲四种魔啊，这是佛法里头常常讲的，都是根据大论所说的。四种魔呢，第一个是烦恼魔，贪等烦恼能恼害身心，就是贪嗔痴慢疑啊，这些东西能够扰乱我们的情绪，让我们身心不安啊，这叫魔。这个不是外头来的，这是我们本身的。四魔里头三个是本身的。第二个呢，五阴魔，阴魔，色等五阴，色受想行识，能生种种苦恼，也让我们身心不安。啊，这些是六道众生不能够避免的。你在六道，你就会有这些苦恼。啊，第三呢，死魔，死
能断人之命根。啊，特别是修行人，功夫还不到位，寿命到了，啊，那么人死了之后，你就不能再继续修行。纵然修得好，来生到人道，啊，还继续修行，至少耽误十几二十年，就中断了。这是折磨。啊，有几个人有这么好的功夫，啊，生生世世能够接着修，真的不多。我们在慈悲三昧水忏看到悟达国师，这个人算很难得了。他世世出家修行，一世接一世，一世接一世，世世都是出家的高僧。啊，第十世累积世世修行的功夫，啊，成为国师了。啊，皇上的老师，所以这些世间大福报的人，啊，做一个皇帝，至少要世世修善，哎，积功累德了，你才有这么大的福报。啊，如果这个皇帝能够传位传个几十个人，享国能够有啊两三百年，啊，就三百年以上吧，那大福德了，而不是小福德了。啊，出家为高僧，啊，在家为帝王，啊，都是多生多劫累世修行。啊，那么这些古圣先王，他们掌握到政权，啊，统治一个国家，多半呢有许许多的高人呢辅助他，啊，儒释道的高人。帮助他治理国家，啊，他能够一代一代传下去，世世代代他的子孙，那都是有福报的。没有福报，生不到在家里去。啊，都要能够尊重圣贤，啊，扶植伦常，把人民教好。他传代就传得久，啊，如果违反了天理人情，啊，天理五伦五常啊，人情是八德了，孝悌忠信礼仁爱和平啊，啊，违背伦德，他就会灭亡。啊，会被别人起义推翻了。这里头冷静观察，全是善因善果，恶因恶报。啊，六道里面就演这个把戏，因果报应，丝毫不爽啊！啊，这个是不能不知道。啊，我们一定啊要理解，啊，魔障是可以克服的，用什么方法？
忍辱禅定。啊，只要不理会他，自己功夫绵绵密密而不间断，就能成就。啊，他障碍没有别的，是让你失掉信心。啊，让你感觉到佛菩萨没加持你，你退心了，这就真的上当了。啊，你如果坚定信心，他对你没办法。我相信佛一定加持。啊，决定不退转，他就没法子。啊，四者呢，就是。他花自在天之魔，其魔王能害人之善事，啊，不喜欢你做好事，你做坏事，他帮助你。换一句话，他很可能有一种反常的心态，喜欢看人受苦受罪。啊，人类里面确实有这种人，就是有虐待狂。啊，第六天王可能就是有我们所说的虐待狂。啊，让人造极恶的罪业，堕到地狱去受苦，他在旁边看。啊，他在旁边欣赏，应该是这个。啊，所以我们希望这一些天人能回头，啊，回心向善，啊，再不断向上提升，啊，欲界天，他要一提升，就到世界了，啊，就到初禅，初禅大梵天王。啊，不断的提升，就证到阿罗汉果。啊，证得阿罗汉，就永远脱离六道轮回。啊，不再搞轮回的果报。啊，第六天王没有离开轮回，寿命到了还是搞轮回。啊，因为。他恶多善少，那么他轮回不可能往上面去，那都在欲界下面，那就一代不如一代了。啊，这个离跟四搞清楚之后，能不回头吗？啊，修佛太难得了，修净土在佛法里面是无比殊胜的大法。啊，往生极乐世界就是成佛。啊，决定成佛，为什么不敢？为什么不做护法？啊，要障碍人修行。啊，这是我们劝导魔王应该回头护持正法。此中第四，为魔之本法。啊，真正。佛家讲魔呢，就是讲第六天主，啊，就是说他。那么其余的像烦恼啊、五阴呢、死啊，也能叫人生障碍，啊，也能叫人退心，修学不能成就。啊，所以是从而成魔，啊，是这个意思。
金云摩脑，以摩能脑海身心故。又烦恼就是魔。佛法的修行，首先佛教我们远离烦恼。那么再看底下这一段，极乐世界永无魔恼者。为什么极乐世界没有魔恼？这四种魔都没有。因具体事业清净具也。清净具是什么呢？是真实智慧无为发生。这是经论里面说的很多，说的很详细。到极乐世界永远再不会有魔恼了。乃住真实慧之庄严，真实之际所开示，故能慧真实之力。无量寿经讲三个真实。真实之际是讲的离体，我们讲本体。它是真实的。对整个宇宙来说，全宇宙都是假的，不是真实的。凡所有相皆是虚妄。六道是虚妄的，不是真实的。十法界也是虚妄，也不是真实的。我们今天在人间，六根所接触的一切现象，科学家把它分三大类。物质现象、精神现象、自然现象，这三大类。没有一样是真实的。所以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这是佛的真实语。那么既然晓得它是虚妄的，就不应该执着。不执着就没有烦恼。烦恼从哪呢？执着，认为它是真的。想要拥有它，想要得到它，烦恼从这来的。真正放弃了，烦恼就没有了。释迦牟尼佛为我们表演的。一生19岁出家，就过苦行僧的生活。全部的财产3衣1钵，除这个之外什么都没有。日中一食，树下一宿。每一天都是在树林里头露宿。树下打坐。睡眠的时间只有4个小时。佛给我们示现的榜样，中夜睡眠。中夜就是现在10点钟到2点钟的中夜。2点钟就起床了。坐禅修定。诵经。个人做个人的功课了。世尊的讲经也是不中断的。
啊，都给我们做出榜样，做出模范。一生没有见道场，我们年轻的时候看到佛的心意都有疑惑，为什么不见道场？佛当年见道场轻而易举，只要肯接受啊，弟子当中就在家皈依的信徒有16位是大国王啊，他自己家庭，他父亲也是国王。啊，建道场轻而易举，为什么不要？现在我们知道了，道场也是魔啊，有道场就有寺，就管寺。啊，就有人就有事扰乱你修行啊，所以不要道场啊。但是有人请他在宫殿里面讲经说法，他也答应，他也不拒绝，很随缘啊。其数皆孤独园供养他讲经，住林经社供养他讲经，他在那里讲了好几年。啊，讲完之后离开了，还给主人，就是，啊，他借用，啊，就离开了。啊，最后，佛陀圆寂是在树林里头，不是在房子里。表演的干净利落，真放下了，啊，真正的与人无争，与世无求，啊，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，啊，是我们应该要效法的。这就能够远离磨难，啊，守护自己身心清净，啊，这个身心清净不要让外面干扰，干扰叫魔障。所以这三个清净，这都是极乐世界的啊，住真实慧、真实之机、真实之力，于真实中一法清净，尚无魔恼之名，何况有实？所以魔恼的名都没有，哪里会有真实？啊，如《法华经》云：“佛言，若有女人闻是经典，如设修行，于此命中啊，即往安乐世界。阿弥陀佛，大菩萨众围绕住处，森莲花中宝座之上，不为贪欲所恼，亦复不为嗔恚愚痴所恼，亦复不为骄慢嫉妒诸垢所恼，得菩萨神通，无生法忍。”《法华经》上的一段话。啊，说明假设有一个女人听到
佛所讲的《法华经》，依照经典的理论方法去修行。啊，《法华经》最后也是念佛往生净土。啊，说于此命中呢，他就往生安乐世界，安乐世界就是极乐世界。啊，阿弥陀佛，大菩萨众围绕住处。啊，这是将来戒淫的时候。啊，生莲花中，宝座之上，在莲花里面就产生了变化。啊，这个变化就是大乘教里面所说的诸安识成智，啊，完全变了。啊，三毒烦恼没有了，转阿赖耶为大圆净智。我们知道一切凡夫在十法界里面没有出十法界，无始界以来起心动念言语造作，啊，这一些业习种子全在阿赖耶识里头。啊，而且这些种子呢永远不会坏，遇到缘它就起现行。这个事情麻烦了。啊，阿赖耶转成大圆净智，那么你这些业习种子全没有了，就是说你的业障啊消尽了，你再没有业障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业障就消尽。什么时候消的？在莲花里头消的。啊，莲花帮助你转世成智。啊，阿赖耶变成大圆净智。啊，摩那识变成平等性智。第六意识变成妙观察智。前五识变成尘所作之，这就是诸佛如来四智菩提。啊，具足这四种智慧，就有能力教化一切众生。所有一切业习烦恼全没有了。的菩萨神通无生法忍，啊，无生法忍的地位就高了。啊，大乘经典常说的切地菩萨真的无生法忍。啊，忍就是承认、同意、认可。对什么承认、认可呢？对于一切法不生不灭，啊，换一句话说，我们今天看一切法有生有灭，七地以上的菩萨看一切法不生不灭，他怎么看的？一切法当体皆空，了不可得，哪来的生命？啊，生灭跟不生灭都不存在啊，这是真的。从相上看到性啊，相从哪里来的？是性变现的。
性没有生灭，相哪里会有生灭？相是幻象、假象。啊，《楞严经》上说：“当初出生，随处灭尽，生灭同时，生灭不可得。”啊，所以性相也不可得，能生的法性，所生的法相也不可得。啊，通通归零。啊，现在科学家提出一个观念：零即性。啊，这是近代这些量子力学家提出来。啊，零即性。一切法通通归零，归零就没有了。啊，这个跟佛法里头回归自性，其如常寂光，很接近，意思很像。的无生法忍，我们在佛寺念诵里头啊，有一句讲到无生法忍的境界。花开见佛无生。啊，花是莲花，莲花开了，就是你在莲花里头转变圆满成就了。啊，花一开，现的是什么相呢？七地菩萨的相。这是什么身呢？是报身。啊，不是应化身，报身。报身的相跟阿弥陀佛的相一模一样。啊，应化身的相，释迦牟尼佛在我们这个地球上就此地众生而说的32相80种好。我们知道宇宙之间很复杂，无量无边的星球，无量无边的星系，无量无边诸佛刹土，诸佛刹土里面六道众生不完全相同。啊，我们这个世界这种根性的人认为32相就最好的了，佛就现这个相给我们看。啊，我们相信有世界，佛报比我们大，心地比我们清净，啊，决定不止32相。啊，甚至于320相。3200相，可能的。啊，报身佛，师尊在观经上告诉我们，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报身，身有84000相，不是32，84000相，每一个相。有84000好，每一个好有84000光明，每一道光明里头都有佛菩萨在活动。啊，经典上讲的在佛寺，在做佛寺，佛寺
就是教化众生的这些现象，你都看见了。佛在那里讲经教学，无量菩萨在那边学习，就在阿弥陀佛身体里面看到的，这是报身啊！那么这样的身，佛不常讲啊？为什么呢？讲了人不相信。对谁说呢？对地上菩萨说，也就是初住以上，我们一般讲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，对这些见性的人来讲没问题，他们知道我们再继续看下面的注解：是名极乐无有住恼也。极乐世界没有烦恼。至于摩斯呢，秽土众生，一念佛故尚能免除，何况生彼净土？魔见。先前了，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念阿弥陀佛。早年我在加州，有一个同学，干过水，他的母亲。我在台中学教十年，他护持我，他找了他的一些佛友，跟他常常往来的，每个月给我寄150块钱，我在台中的生活费用，十年没间断，大概他是找15个人。一个人一个月10块钱，所以这很容易，大家都欢喜，我在那安心学习，他的女儿大学毕业，在学校里教书，他告诉我，有一次他租了一个房子，这房子鬼屋。他原来不知道，到晚上12点钟，鬼就来了，出现了。来之前有气味恶臭，很难闻。一闻到这个气味，就鬼出现了。这个鬼大概是他冤亲债主，是要他命的。他看到就念佛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一直念，那鬼就不敢进来。距离大概是2公尺的样子，很近啊。距离2公尺，他就不能进来。不念呢，他就靠近了；念的时候，他就退。就这么远的距离，非常可怕，很恐怖。念到天快亮，他走了。每天晚上都这样。所以你为什么不搬个房子？他说好事情，他逼着我念佛。我不念没有办法，逼着我。他对我是个真善缘，他就不怕，就有那么大的胆量。以后我听说他出家了，在台湾出家了。他在念高中的时候。就参加我们的大专家族。他妈妈也是李老师的学生。
啊，好像是念高一的时候，就参加道场讲座，啊，就是跟我就很熟悉。下面的引舍往生经里的话，佛言：若有众生念阿弥陀佛愿生愿往生者，彼佛即遣二十五菩萨拥护行者，若行若坐若住若卧若昼若夜，一切时一切处，不令卧鬼卧神得其便也。这个话是真的。啊，那我们就得问了。甘桂水修得不错，从高一就接受大专讲座的熏习。啊，到他大学毕业。啊，到国外拿到博士学位。啊，平常跟着他妈妈，母女相依为命。啊，为什么还有这个鬼来找他？那护法神呢？护法神为什么不出来干涉？啊，这个鬼跟他肯定是有缘分的。啊，只有有缘分，鬼神才有特准。啊，就像一般附体的鬼神，附体不能随便附体。啊，附体那个人跟他有缘。他附他的身可以，附别人身就不行。啊，那他就要受惩罚，要受处分。啊，也就是等于说批准，他跟你有缘，你可以附他身。啊，即使附身，说话也都不能随便说的。通通经过道道关卡的批准的，啊，不是想附身就附身，不可能的。一般附身目的都是透一些因果报应的信息，让我们对于这桩事情逐渐晓得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啊，在日常修行当中，对因果就决定小心谨慎了，不敢违背因果。啊，知道果报可怕。啊，善有善果，恶有恶报，全是自作自受。这是我们不能不晓得的。那么又，此土修行，若生魔障，则以念佛制止。啊，这一句话非常重要。遇到任何魔障，通通用阿弥陀佛。啊，阿弥陀佛，一心专注在佛号，心就定了。啊，心定了，心清净了，魔障就离开了，就消除了。啊，所以这是对治魔障最好的方法。啊，什么都不要想，一心念佛，求生净土。那么这一句话，见直观
九之二，啊，这个字都是有来源的，不是黄念老随便说的。又净土修正仪里的书，十乘之理观，能发九境之模式，以无蕴生死迷暗之法为鉴呐。这个十乘理观，哦，有我们这个参考资料的理由。摩诃止观里面说的，也就是十乘观法啊。此时通明成者啊，十乘乘是比喻，乘是测量啊，运输的工具啊，运载之意，如世间的车程，堪能运载。盖言修行之人，依此设法修持，则能运出生死之苦海，到涅槃之彼岸。啊，所以就是有十种观法啊，修止观的，天台宗的啊，修止观用这些方法，天台自从智者大师，智者大师是天台宗第三代吧？啊，他修念佛法门，往生西方净土。所以以后天台宗的祖师，最后啊都是念佛往生净土。啊，我们在最近看到的地贤法师，天台宗祖师。啊，念佛往生啊，他底下一代谭旭法师大陆解放之后，他到香港，晚年就住在香港，在香港也是念佛往生，晚年完全劝人念佛生净土。啊，锅炉匠那个徒弟就是他教的。啊，常常用他来勉励念佛人。啊，一句佛号念到底。啊，三年就圆满。啊，锅炉匠的成就，也就是六个字：老实。听话正干啊，能具足这个条件的没有一个不成就啊。所以近代修天台的啊，多半都是念佛啊，年轻的时候对念佛没信心，到晚年之后啊都归念佛了。为什么？十乘观好啊，不容易修啊。啊，可是这些都是佛菩萨说的，我们应该知道。速至十者，啊，
有修观之人，上中下根不等。如果是上根人，为观粗就是第一个，不思议尽，即得破惑显理，就是破迷开悟啊！啊，那什么上根人，中下根人就不行了。那么其次者呢，于粗观，观法修之不如，那就得用第二发心，乃至第八对治助开，方能破惑显理，这才能开悟。啊，所以开悟不容易啊！啊，说起来容易，实际上很难呐、啊。啊，那是为什么不能？实际上很简单，烦恼习气放不下，这就是障碍。啊，谁有本事把烦恼习气放下？一切经教，佛菩萨都教我们，啊，真正想学佛，想了生死出三界，从哪里下手？从破无见惑下手，从这入门呢、啊，大小乘都一样。啊，见惑，三界八十八品。啊，八十八品太多了。世尊慈悲，把它归纳为五大类，让你好记，你容易下手。这个五大类呀，第一个就身见，就是身体肉身。你能把这个放下，啊，真正知道肉身不是我，我不是肉身。啊，这个肉身应该怎么说法呢？我的身体，啊，是属于我所有的一样东西，像衣服一样，我的衣服，要把它这样看待，不能把身体看作我。啊，为什么？我是不生不灭的，身体是有生灭的。啊，所以身体确确实实不是我。你要好好利用它，借这个假的东西修真，叫借假修真。这个身体是假东西，啊，也不要去糟蹋它，啊，也不要过分去照顾它，啊，这都是错误的。啊，一切随缘就好啊。这个观念非常重要啊！身见破掉了，其他的五种就容易了。最难的是身，啊，不再执着身是我了。其次就是边界，边界是两边，我们今天讲对立。啊，真跟假对立，邪跟正对立，长跟短对立，大跟小对立，啊，这叫边界两边，啊，真妄邪正，啊，众佛跟众生，这都是属于对立的。对立的概念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要是打破了的话，整个宇宙跟自己就一体，啊，然后除掉的成见，
我的主意啊，我是怎么想的，这都是错误的，我都没有，哪来的我的思想，我的看法，我的想法全是假的啊，这叫成见啊。成见有因上的成见，有果上的成见啊，所以在见惑里头啊，把它分开了啊，果上的叫见取见，因上的叫戒取戒啊，这个统统要放下。最后就是凡是错误的之见归纳在一起啊，叫邪见啊，就是说你把事实真相看错了啊，这五种都是错误的看法，你把它舍掉了，见惑断了，见惑断了，小乘真虚陀万国啊，大乘初心位的菩萨啊，这是最低的，但是真正佛陀入门的弟子，好像办学校，你是学校正式一年级的学生，小学一年级学生啊，不能不承认啊，你是我们学校学生啊，没有拿到这个地位是在门外没进门，我们自称为佛弟子，佛不承认啊，这是准备入门，还没进门，我们要了解这个事实真相啊，啊，要是搞真的，不能搞假的。欧耶大师身份没铺路啊，他写的《阿弥陀经要解》文字不多啊，薄薄的一本，九天完成的，他后头有个把。印光大师对这部书赞叹到五体投地啊，告诉人届时古佛再来给弥陀经做一个注解，也不能超过其上，这是赞叹到了绝顶，没法子再赞叹了啊。法前人之未法，这法是法名，讲得透彻。古人弥陀经注解很多，没有他讲得透彻，没有他讲得清楚，没有他说的那么肯定啊。你看他这个注解，那真正是经中第一经啊。他自己受了比丘戒之后退比丘戒啊，为什么呢？生在末法时期，他出生在明朝崇祯年间，过世在清朝，他一个人两个朝代，所以说他明朝人行，说他清朝人也可以啊。戒律没有了，这个就是他说的，他也是研究戒律，对戒律是内行，是专家，不是外行啊。他的研究，中国从南宋以后就没有真正比丘啊，
真正比丘，必须要十个真正比丘才能传戒，你才能得戒。那不是真正比丘，就是有形式，没有实质。啊，所以他受完戒之后，把比丘戒退掉。啊，知道不能得戒，不敢称比丘的名字。啊，名实要相符啊！啊，不是比丘称比丘，这是大妄语啊，这骗人的。菩萨戒他做到了，沙弥戒他做到了，啊，道道地地的菩萨戒沙弥。啊，他的著作里是《菩萨戒沙弥》。啊，因为他自己是菩萨戒沙弥，他的学生有他的徒弟陈实法师，啊，欧耶大师的著作能够流传下来，就靠陈实。啊，陈实把他刻板，啊，刷印流传下来。啊，陈实法师自己著作了，写他的名字。是出家优婆塞，啊，都不敢称沙弥，老师是沙弥，自己觉得沙弥做不，沙弥戒没办法做，啊，出家优婆塞，优婆塞是在家居士，守五戒十善，哎，他能把五戒十善做到，啊，出家了，出家优婆塞。古人对这个名分很重视，不敢僭越。我自己没有到这个程度，不敢说。不像现在啊，啊，现在人太过分了。啊，这个是。现在人老实好学真干，比不上古人。啊，那么佛法里头确实有无比殊胜的特别法门，就是净土。我们在四十八愿里面念过，啊，第十八愿，生念必生，啊，后头有一句，唯除无逆十恶，回报正法，啊，这一句文，古大德有不同的解释。唐代以前，有一些大师看到这个经文，啊，他认为是真的。无逆十恶，念佛也不能往生。啊，谤佛谤法的，这个罪很重，无间地狱的罪。可是。善导大师说了，啊，善导大师说，世尊为我们介绍这个弥陀的大愿，啊，这个一句是阿弥陀佛说的，还是释迦牟尼佛说的？啊，也许是释迦牟尼佛加上去啊，这个啊，对，本是释迦牟尼佛加上去，什么意思？这个罪是一切罪的最重的，是堕无间地狱的，劝人呢不能造这个罪，
啊，这个罪业太重了，是这个意思。不是不能救，啊，真正造了，你真正忏悔，认错，后不再造，念佛，阿弥陀佛，还是摄受，还是会接引你往生。啊，古德举这个中国古人的立法，啊，制定法律，法律条文非常严格。啊，用心是什么呢？用心是叫你看到法律条文不敢犯法，是这个意思。啊，真犯了法呢？真犯了法，判刑的时候要尽量的从宽。啊，人有爱人之心，啊，总得想尽方法把他的心往下减。啊，减到不能减的时候，这才定性。啊，所以即使犯法的人，对于法官心里存感恩之心。啊，实在没有办法了，犯罪的人要知道我罪因所得，对于这个审判官的时候没有怨言，啊，没有怨恨，还感恩。他已经尽到他的心，啊，是我罪因所得，那没有没办法，啊，这就是制定法律要严，制法的时候要宽，啊，这是义，义是合情合理合法，啊，你看古人的用心呢，仁慈。那么上根人容易啊，根利，心地清净，善根深厚啊，他修这个不难。那么中下根心就不行啊，他必须要用第二啊，第二是我们这个地方这一段文全部记录在此地啊。第二是发真正菩提心，第三是善巧安心才能够破惑显理啊，故直观大义里头说，上根为一法，中根呢二到七，下根呢十个都具足啊，又为知妙境，为九成之本。趁本修旧啊，方堪入于初住。是故悖论此事成也。啊，真正开悟了，破惑显理，才是初住菩萨。啊，那么这是天台，天台是大乘。华严法华都是一乘大经，所以他们讲的初住是原教初住，不是别教啊，也就是禅宗所说的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，是这一个等级。那么不思议境，这是第一个。
这一条，这个经叫妙经呢，是九成的，这个十乘观法是九成的根本。所以上上根人呢，在这一条里面就大彻大悟。啊，根性不利的，再用其余的九个来帮助你。那么这一条非常重要，一观不思议见，观是能观，见呢是所观。啊，所观者何呢？你看什么呢？啊，观什么呢？不出色心。啊，实在讲呢，就是底下这八个字。色从心造啊，全体是心啊，我们的境界，你眼所看的，耳所听的，啊，念头所想的，六根对外面的境界，这个境界跟你讲真话啊，色是物质现象，物质现象哪里来的？心造的。啊，念头变现出物质，这个我们学佛学了几十年，不能不相信佛说的，怎么可以不相信呢？啊，但是怎么想也想不通啊！佛所说的，我们对他里头有问号啊，有怀疑啊。这就是障碍啊！古人注解也是引起经文这么说的啊。这一些文字我们非常熟悉啊，我们也能说出来，可是总是疑惑啊。物质怎么从心来的？啊，那我一悟就完全被破掉了，就讲不通了，全是假的。啊，一直到近代二三十年，量子力学家才把这个问题搞清楚了。我们这个疑问没有了。啊，这个疑问没有了，不是我们真的。我们看科学报告啊，科学这个报告佛经上提到啊，不是菩萨，这个要上要八地菩萨才看到啊。科学家不是八地菩萨，佛说了，用第六意识，八识里面第六意识所缘的境界最大，几乎没有障碍。对外就是想念头，对外面能想到宇宙的边缘啊，对内呢能缘到阿赖耶啊，就是阿赖耶的三细相，业相、转相、境界相。境界相就是物质啊，转向就是念头，业相是动，就是一念不觉，一念不觉是业相啊，这个就是宇宙的起源呢、啊、这是科学啊，科学跟哲学就是找这个东西啊，宇宙到底是什么回事情，为什么会有这个东西发现啊，佛经上讲得非常清楚啊，啊，所以这佛经这一部分呢，高等科学、高等哲学，啊，佛经上用第六意识可以达到的境界，
可以圆到阿赖耶的三细相，啊，果然被今天科学做到了。啊，他是凡夫，他不是圣人。圣人是禅定功夫，啊，定中时间空间没有了，啊，所以这个宇宙之缘起，亲眼看见，在哪里呢？就在眼前。这话真一点都不错。啊，那我们看的科学报告是德国的科学家普朗克，啊，这是一个研究量子物理学的，啊，他一生他真是一门深入，尝试学习，专门研究物质是什么，想把物质的来源找出来，用的方法跟佛经上一样，啊，佛说是用分析的方法，啊，佛经上讲的从牛毛秤开始，啊，一根牛毛，牛毛很粗啊，牛毛尖端上有一粒尘土，小的尘土，啊，你怎么转它不会掉下来，啊，叫牛毛尘，眼睛好的人能看见有一粒尘土，啊，它为什么呢？它有吸力，就地心吸力，啊，这个牛毛有吸力把它吸住了，从这个地方开始把牛毛尘分成七分，七分之一叫羊毛尘，啊，羊毛比牛毛细，羊毛尘再分成七分之一叫兔毛尘，啊，兔毛尘再分成七分之一肉眼看不见，肉眼可能兔毛尘都看不见，啊，这个七分之一叫水尘，啊，水有密度，但是在显微镜的观下它有空隙很大，啊，水还是有空隙，这一粒尘在水里通过没有障碍，那水尘，把水尘分成七分之一叫金尘，金是金属，金银铜铁，这个密度大，但是还是有空隙，啊，它还是从里面空隙，它没有障碍，它可以通过，那叫金尘，啊，金尘再把它分成七分之一叫色聚即微，啊，色聚即微，我们在想象当中应该佛说的这个微尘就是现在所讲的电子，啊，这个原子，啊，80多年前发现的，那个时候科学家认为是物质最小的，啊，科学不断的进步，仪器不断的更新，啊，把这个微尘打破了，啊，金尘七分之一则是微尘，微尘，啊，微尘在打破的时候色聚即微，色聚即微应该是现在所讲的基本粒子夸克这一类的，啊，这一类发现很多，基本粒子有50-60种，夸克也有很多种，啊，这都是算极微之微，啊，叫色聚极微，色聚极微再分析，啊，一直分下去，分到极微之微，啊，也叫极微色，就再不能分，再分就没有了，物质现象就没有了，
这些科学家真有本事啊，分的最小的叫微中子，微中子多大啊，一粒微中子是一个电子的100亿分之1，100亿个微中子聚在一起，它的体积等于一个电子。电子是绕着原子核里头转的，啊，再不是大破，大破物质没有了，啊，那我们就证明这个东西就是佛讲的极微之微，没有了，没有了，看到是什么呢？是念头，就心。啊，念头波动产生的幻象，我们把它看作物质。这个发现之后，这是科学上一个大的革命。啊，这个最近还没有被全世界科学家承认，所以叫做前卫科学。啊，大家还没有完全承认，还在找证据。啊，证据十足，大家承认了就没话说了。啊，他们提出来，物质是假的。啊，根据这个研究，世界上根本没有物质这个东西。啊，只有念头。啊，念头怎么来的？念头是怎么回事情？啊，这再进一步。现在晓得，物质是从念头变的，所以提出一心空物。啊，这最近科学提出来的，就是用念头意念可以控制物质现象。现在都在收集这个证据。他们找什么证据呢？现在全心全力在找病患啊，医院里面得到重病的人，医生不能救了啊，宣判他存活的日期啊，只有几十天了，一两个月了啊，甚至讲只有一个月啊，那么这些人里面找有宗教信仰的啊，他知道他自己时间到了，非死不可了啊，有一些真正的教徒啊，天天做祷告，把什么念头都放下，什么都不想，连身体病不病死不死都不想，天天祷告，希望上帝带他到天堂。他们找这些人啊，居然有些人的时候奇迹一样的啊，两三个月之后还正常，再去检查并没有了啊，怎么回事他没有了？这就是念头，念头把它改变过来了啊，所以证明念头的能量不可思议，我们的念头散乱胡思乱想啊，所以他力量显不出来，如果把它集中在一起，这不就叫修禅定吗？啊，佛经上讲的智心一处，胡思不凡啊，能够把念头集中起来，它就产生巨大的能量啊，像光一样，光是四面照啊，一张纸它都透不过，如果把它集中在一块变成极光，钢板都穿破，都穿透啊，那念的这个力量比光的力量大太多了啊，所以科学家得到一个结论，念头真正集中一处，那个能量可以改变太空当中星球运行的轨道，可以帮它改变轨道，有这么大的能量啊，所以对于自己身体，身体是物质，物质现象，身体的病毒了，产生病毒了啊，
意念转过来之后，这个病毒自然就没有了，就恢复正常，他病就好了。所以并不是什么奇迹，念的产生效果啊，这是最近发现的，他们收集的证据很多啊。那么在国内前几年，山西小云大家都知道，有40多个病患癌症末期啊，他们是念佛，两三个月之后全部自然就好了啊，大家认为这是奇迹，这是三宝加持。没错，是三宝加持啊，因为他叫你念佛，把你的念头转移啊，你不念病就怕念病，没有病念病会变成真的生病啊，有病不念病，病自然就好了。这就是色从心造啊，全体是心，整个宇宙什么，整个宇宙是心变的，像什么，像梦一样啊，梦中境界你说是不是心变的，梦中境界全体是心，一醒过来，梦没有了，不见了，真的，人要觉悟了，一下醒过来了，啊，觉悟了，六道不见了，就像一场梦。醒过来，醒过来是什么境界呢？四圣法界。你醒过来一看，哎呀，这阿罗汉、辟支佛、菩萨、佛，哎，都是这些人。都跟这些人在一起，这是十法界里的四圣法界啊。但是四圣呢，它还是个梦啊。四圣是清净的净土，我们六道轮回是染污的，苦不堪言啊。那个地方虽然有苦，好太多了，我们这里什么三苦八苦的时候全没有了啊。所以六道轮回从哪里来的？从执着来的。你有执着，就有六道轮回；没有执着，六道就不见了。啊，四圣法界从哪来的？四圣法界起心动念分别来的。啊，不分别，不起心，不动念，四圣没有。所以佛在经上讲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真化了，科学家完全把它证实了啊，整个宇宙啊就是心，这个心是真心，不是妄心啊。宇宙多大，心多大，宇宙就多大，没有边际的，就好像你做做梦，梦中境界没边际啊，真的是大而无外，小而无内啊！要明白这个道理，了解事实真相啊！你真了解之后，事实真相可以受用，就像做梦一样，千万不要有个占有。为什么？不可以，不能占有啊！连自己身都不能占有。啊，像我们看电视一样，电视里面东西一样你都拿不到啊，你可以欣赏它啊，你不能占有它啊，你不能支配它啊，你也不能控制它啊，把这些念头去掉，你的心就自在了啊。你想控制，你想占有，通通是造孽啊，造的这个业，业就变现出境界啊。所以菩萨知道事实真相，不造业了。
啊，知道它是假的，知道它是幻象，知道它不可得，知道自己的身体不可得，自己的念头也不可得。啊，前提是心，这个心是真心，不是妄心。啊，真心是什么？自信，真如本性。啊，这个东西是真的，它没有生命，不生不灭，它不变不移。慧能大师明心见性，说出它的样子。啊，他说的简单，只讲了二十个字。啊，心是什么样子？本自清净，本不生灭，它不生不灭。本自具足，本无动摇，能生万法。这是二十个字。啊，无足一听，真的，真开悟了。一波就传给他了。啊，他就是第六代祖了。啊，那个时候，慧能大师24岁。啊，那么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入定，开悟了，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，把见性的样子说出来，他讲的详细，慧能大师讲的简单，内容完全一样。啊，释迦牟尼佛讲了一部《大方广佛华严经》。大方广佛华严经全体是心，说的那么详细啊，就是慧能大师讲的二十个字，二十个字展开细讲就是大方广佛华严，把它简单的说浓缩来就二十个字，都讲清楚了，都讲明白了啊，没有漏失掉。啊，他们悟入境界完全相同。观不是一境啊，那就是观华藏世界。啊，观大方广佛华严啊。这个当然上上根人，不是上上根人没法子。啊，故经云：三界无别法，唯是一心住。啊，用一心做心，也有经论上讲一心造，啊，制造的造都可以，都讲得通。啊，这个一心不是妄心，是真心。啊，真心能现，能生能现。阿赖耶呢，能变。啊，把它变成十法界，变成六道是阿赖耶。如果阿赖耶没有了，它就不会变了。不会变是什么样子呢？就是十报庄严土。十报庄严土是心现。样子，设法界跟六道轮回是阿赖耶把它扭转了，把它变了。啊，没有心现，它就没得变。它变什么？啊，就是他把它扭曲了。那么我们把阿赖耶放下，转识成智，那个境界就是十宝图。十报庄严土出现啊，所以十报庄严土它不是生灭的，里面一切法都不生不灭啊，无量寿永远年轻不衰老啊，它是发性身发性土，
我们今天的身要记住阿赖耶的相分，就是物质现象。我们认为的心，我们能够思考，能够想前想后，我们的心是阿赖耶的见分，阿赖耶的转向，通通是属于阿赖耶的，所以它能变，它不能现，能现的是真心，能变的是阿赖耶。我们现在所用的真心跟阿赖耶混合在一起，我们只知道阿赖耶，不知道真心，叫迷失真心，把妄心当作真心，错就错在这里。现在明白之后，我们尽量的要把妄心放下，把真心提起来，这就叫真心修行。可是这个妄心呢，用成习惯了，无时间就用它，习惯了，不知不觉它就这，它还是它当家作主。那么最方便的方法就是念佛法，一心念阿弥陀佛。把我们的妄念妄想，就是阿赖耶，把它控制住，让它不起作用。我们的心恢复到清净平等，这样就能往生。往生没问题，见性不行，不能见性。见性一定到极乐世界才见性，那这就是得阿弥陀佛的加持啊！真是阿弥陀佛给我们的恩惠呀！要靠我们自己转世成智，可不是那么容易事情。真的要无量劫啊！那有这个人帮了忙，让我们在莲花里头去转变了。所以这个法门一定要相信。我们往生到极乐世界做佛，比舍城观来得快，来得容易。舍城离观非常不容易修。所以天台祖师，这是阿弥释迦牟尼佛再来的，为了度末法时期众生，他用念佛的方法，他带头。给我们做榜样啊！末法除了这个法门之外，任何一个法门，你可以学，你不能成就。我们再往下看，接众生，日用现前。就是我们现前的从早到晚生活，工作待人接物一根对称，所起一念之妄心，尽随心转，这个妄心就是阿赖耶。此心即全真成妄，这是讲六道众生的先前状况，确确实实能变现的是真心，就是能现、能生、能现的万物的这真心，让万物产生变化的是妄心。全真成妄，真妄合合，我们要在这个里面认真，不要认妄，那就是菩萨了。所以今现在叫你什么呢？达妄即真，晓得妄就是真。古人有个比喻，
比如精跟精气，精是真的，气是妄的。为什么真的它不改变？黄金它不改变。气呢？我要个戒指，做个戒指；要个手镯，就做个手镯。手镯可以变成戒指，戒指可以变成手镯，那这就是八识，是金不变。不管你怎么去认，它不变。不变的是真的。所以心是一切法的体。心没有形象，不是物质现象，也不是精神现象，也不是自然现象。所以六根缘不到，你看不见，听不到，摸不着，你想也想不出来。它真存在，它是一切法的本体。那我们讲经常常呢，面对着电视荧幕，我把荧光幕比喻作现，它能现。里面的变化呢，那是实，它能现，它不能变。所有一切变化是妄心。妄心把一真法界变成十法界，把十法界又变成六道轮回。全是妄心在做主，妄心在作祟。我们在六道众生很可怜，全部被阿赖耶摆布。你一点都没有自由。他在诱惑你，他在让你起无量无边的杂念妄想。这些妄想就叫你造业，业就感六道轮回，现六道轮回的幻象，没有一样是真实的。所以你要把它看清看破。然后统统放下。最有把握的，最方便的，我们到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。那个地方是一真法界，就是十宝图。到那个地方，不但轮回没有了，十法界也没有了。在那个地方一直向上提升，到成佛。成佛回归常寂光。这就算毕业了。今达妄即真，达是通达，知道妄就是真，知道气就是精，精在哪里？气就是精。即此妄心呢，具足诸法，无有缺欠。无有缺欠怎么讲呢？这整个宇宙。是妄心变现出来的。就是我们起心动念，我们一天到晚胡思乱想，变现出整个宇宙。整个宇宙的样子你能看到。无有缺欠，即心识一切法，一切法是心，非疑，非疑，不前不后，玄妙极绝，非实所实，非言所言，故知此心为不思议境也。这个不思议境，就是说的这个心。这个心，真心跟妄心融在一起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休息在一起。这个十乘观里面讲了许多一切法的真相。
我们即使不能理解，听听有好处。你有这么一个印象，啊，他讲的全是真的。啊，在我们修行过程当中，慢慢自己把它证实。啊，我们对佛法真诚、恭敬心自然会升起来。啊，才知道佛真正了不起。啊，世间人没有能够跟他相比。啊，但是佛说了，我们跟他没有两样，我们在迷，他在悟，我们觉悟了，跟他完全一样。啊，佛法真的是平等法。啊，没有高下。好，我们就休息到此地。